案了。他怎么了？今天你爸爸知道他的老朋友突然自杀了，一下子晕过去，现在在人民医院呢。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过来看你，啊，拜拜。徐队，我爸他住院了。妈，爸，哎，玉虎，哎，你好，您好，阿姨，哎，你好，这是我们领导徐队，您好，徐无双，哎，你好，徐队，您好，啊，这是给您的，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听大宇说，你平时对他很照顾，谢谢你。应该的，不客气。爸，爸，妈，爸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爸呀，听说你宁叔自杀的消息以后啊。上火，进了医院也滴水未进。他不可能自杀。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还信心满满的憧憬着以后的发展，怎么可能就一下子想不开了呢？你宁叔叔以前帮过我们家不少忙，他绝对不可能是自杀。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。交给我吧，爸。没想到你跟你爸爸相处的还挺特别的。哎，我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爸想让我报经管专业来着，结果我就考上警察学校了嘛，他就不怎么搭理我了。嗯。后来我爸是个大老板，也喜欢什么事儿都顺着他。我当上警察之后，他就怎么着都看我不顺眼。嗯嗯，我看你不顺眼是很正常的一件事，表面上看着挺乖巧的，实际上你是个坏小孩，知道吗？我很理解你父亲。坏小孩？坏小孩？那还不是您教的吗？什么？啊？速度，去开车去。怎么，你怀疑你爸爸吗？不，我觉得作为一名人民警察，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，公事公办。收起来，有时间我多去看看你爸爸，陪陪他们。徐队，谢谢你。我感觉咱俩越来越有默契了。你在干嘛呢？哎，去哪儿来着？祥远财务公司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祥远啊，祥远财务公司。还是先去面馆吧。不是说去宁远公司吗？我饿。想吃什么点什么。嗯嗯嗯。那就点点。沙茶面，两碗。
豪华的，行。这老板娘，你别说，这劲儿还挺难拿的啊，些许想念。沙沙面两碗，好完了。面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今天这个面的这个颜色看起来有点清淡啊，老板娘。吃清淡点的对身体好。这怎么还在啊？哎。啊，对了，这单免了。挺豪横，免了，吃清淡点。徐队，五个蛋，清淡。今天上午，我和徐队去了一趟医院，看了一下聂远的老友，也就是我的父亲王伟业。那么根据王伟业所说，那天晚上吃饭，宁远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，且在晚上10点左右各自回的家。当然监控录像也能证实他说的话，只不过在询问王伟业的过程中，他的情绪比较激动，坚称宁远不可能自杀。但是我还是把他的毛发送给了一菲姐去检验，是吧徐队？你父亲说的都属实，宁远在跟你父亲分开之后就直接回家了，小区的监控拍得很清楚。你去宁远家了？啊，我接了您电话就去了一趟。继续。啊，他太太不知道他每周三上午的去向，不过。不过什么？说呀。你说您说话说一半。他太太看起来比我还小。没事，这老婆上心不是挺正常？就这事儿，开会呢。我查了，宁远跟林兰的确是有关系。宁远的小影财务公司是随城最大的财务公司，所以全市很多排名靠前的企业都跟他们有服务上的联系。林兰之前的房地产公司也跟他们是服务关系。哦，对，辉煌地产的那个项目也是他们提供的财务服务，就是那个假账的事。大宇啊，你爸交友不慎。宁远啊，到了随城之后他就单干了。我爸估计也不知道这个情况，但是宁远和林兰之间有账务上的合作，我在想会不会有更深层的瓜葛，比如说都跟黑龙王有关系。因为我的想法是，辉煌地产这个项目已经搁置了很长时间了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林兰和宁远前段时间联系得非常的密切。林兰在死之前跟宁远通过电话，会不会他们俩的死有什么关系，导致了林兰在死的时候要去老码头那个方向？我在想，会不会上演一场黑吃黑的桥段，宁远就是杀害林兰的凶手，但宁远又被别人灭口，你说呢徐队？想得很透彻，非常好。林兰的死不是宁远杀的，宁远在生前好像每个星期三都会去一个固定的地方。小东、小齐，你们两个人去查一下，包括宁远死前所有的通话记录、会面记录，还有他死亡地点，在固定时间段的监控再给我查一遍。好。大宇，你最近多去看看你爸爸，然后待命。没了。散会。以后开会不要老说形容词儿。哎，就这没了。我多去看看老爷子。好，谢谢。待命啊，我们可是最佳拍档。滚！嘿，哎呦，又买了一堆袜子。
看来你很喜欢袜子。你没有发现这些袜子有点眼熟吗？啊？这都是我今天从你床底下翻出来的。我的？对，你的。哦。而且今天啊，我还有宿舍的其他的警队的朋友们都被一种生化武器攻击了。哎，就是藏在您床垫底下的袜子。熏死他们。我以为咱俩生活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的卫生习惯和卫生条件能稍许的改善一点，也确实改善了啊，表面上看着光洁如一，但没想到您现在开始玩深藏不露了。深藏不露？对，深藏不露。深藏不露？深藏不露。深藏不露？不露。深藏不露？啊，深藏不露。你今天挺开心啊？还好吧？还好啊，给你脸上点东西。嗯，你自己照镜子看着。我脸上有东西。哪儿啊？在哪儿呢？你好好看。我看了没有啊？啊，没有。鼻子下面，嘴巴，嗯嗯，齿很像。哎哎，打不着。东西。哎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了？谈恋爱了。你刚才从那儿是不是走过了三八线？啊，越界跟我玩。我今天帮你洗袜子。嗯、啊、嗯、啊。我跟你计较，你今天开心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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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带护具吗？你今天会很惨。我已经今非昔比了。徐队，有人找。爆肝！徐队，你袜子你洗啊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小东，你们，哎，对方又在健身房欺负人了。什也不对，徐队，凶手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开的枪，但是这块儿太狭小了，我们得去更开阔的地方，包括他逃走的路线。顺带一提，腿怎么样？嗯。前面一条是环岛路，一条是龙翔路，如果要是你的话，你选择哪条？我的话，我会选择环岛路。为什么？因为龙翔路虽然人少车少，但是如果你案发之后突然出现一辆车，势必会引起怀疑。而这个环岛路车流量大，人也多，鱼龙混杂，不容易被发现。当然这是我的推测啊，但我觉得应该是对的。我也这么想。挺好，上车。
东子，快汇报。徐队，我查了所有环岛路上的车辆，没有同时符合两个案发时间段的。徐队，等会儿，什么？没有同时符合两个案发时间段的。徐队，你说，我在想啊，就是有可能我推测错误了，他可能没有从环岛路跑走。你现在会自己否定自己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。我也觉得。你们教的好。下班。谁教的？东东，你教的？我自学的。你真聪明。哇哦！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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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没见过人洗衣服？当然见过人洗衣服，但是没见过徐队您洗衣服。反正藏也藏不住，塞哪都被发现，还要被叫起来，在我面前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的，烦。那我再好好的跟您说一遍，您这个 T 恤啊，一模一样的款式，真的没有必要买四个。我乐意，我买四个可以换着穿。哪个脏了我也看不清楚。你看你洗的这个都发霉了，领口。哪儿发霉了？嗯，在这儿。哪儿发霉了？什么是霉？那个，你说完了啊？那个需要帮忙吗？啊，不需要，对不对？毕竟你已经成长了，早点回去休息，徐队。我在房间等你。哎呀，真是成长了吧？洗完了。你要不要再跟我提洗衣服的事情？真的，我尽力了。你怎么样？不是去了趟唐老师家里，还好吗？说说。这我跟你好好说的。好。我觉得整体都不错，但是略微欠一些火候，有可能是唐老师快过生日了，但我不知道送什么礼物。送什么都行。嗯，就是别送手链。对，那个 SNH。你上次不是送了花吗？怎么了？效果不好？那个花整体还可以啊。但是就是花的品种挑选的有点儿，所以徐队，你觉得我到底该送什么呀？